林书豪继续留在台湾联赛打球，他选择加盟一支新的台湾球队新北国王。这支球队有林书豪的亲弟弟林书伟，兄弟两人将首度联手。林书豪自己发布动态说，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和祷告，下一个赛季我决定为新北国王队效力，这是梦想成真，我弟弟和我一辈子都梦想着能够作为队友一起踏上球场。感谢新北国王队给我这个机会以及对我的信任。林书豪在台湾 P 加联赛还是球星级别，上赛季效力高雄钢铁人，个人总计出战19场比赛，帮助球队拿下14场胜利。